在看完刚刚小鲜肉的表现后，接下来由大叔代表张兆志上场，究竟大叔们是否更受女生欢迎呢？哎，我们待会去吃那个什么东西啊？然后，好啊，我们去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别，你小心，别，怎么了？来来来来，你先坐，你不要动了，你不要动了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你坐好，好开心的姐姐，不是你背我，你背我，你坐，你坐，我没有要背你，坐，你坐，不要，你坐，你等一下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小心那里吃东西，你在嚣张吗？你谁？你干嘛谁了？你谁了？你谁了？好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背我，我没有，你背我要吃那个，宝贝宝贝，在街上背你不好看，不要，你背我哥，我爸。你要背警察了，我上场了，警察。好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哦，我带你去医院好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这种女生到了一个年纪，这种女生可怕了。是，我本来是说，先让她坐下来。对，我本来是先让我坐下，让她坐下，然后我跟她说，你的脚是24号，我就直接帮她买双便鞋。我也是这样，就对啊，而且他可以优雅的在那边。你是遇人不淑啦，对。不是，你是好人。我觉得买一双鞋还不够贴心，真的，你要嘛就背嘛，对不对？背的话才有那种。我是希望在路上看到的人不要觉得尴尬。对，因为他如果说一直要抱一个这样子走在路上一直这样抱着这样，很快。我觉得穿他家就是先让他坐下。你们喜欢基石基的做法的，请举圈。喜欢张大志举叉看看。看，我们年轻这边很喜欢大叔的做法。谢谢谢谢。你有什么改变？当然有一天闻到大叔的老人味，你就知道。他自己喜欢鲜肉派啊，那当然。你可以不要在灰色里面打转，你可以跳出来好不好。我觉得你很灰色的，没事。Out of the box，OK。OK， 好，来状况剧二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状况剧。当女友好朋友来，不小心沾到衣服时，大叔与小鲜肉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哎，我们等下去买那个东西好不好？看电影。走。好。走吧。发现。是不是沾到了？后面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我们先去厕所。厕所在哪里？走过去。我贴着你。贴着我，那很奇怪耶。不用画面，好猥亵，好猥亵。男女朋友。对嘛？红色我还是看到了，没关系，我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其实锦瑶，你刚刚最最的方法是不是用身体挡着他，带他去？身体挡着，很怪哎，身体挡着超怪，你会看到两个人连在一起，走路，不会连的那么近，好不舒服。而且这样子到厕所之后，会不会他的后面处理好，但你前面多一块红？对，会是。那也没有关系，我反正不怕。好，这鲜肉的处理方法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熟男会怎么处理。买东西啊！哦，走走走，走了，好吧。干嘛？有一个那个反应啊，要拍戏。等一下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你坐坐坐坐。哎，小薇啊，那个你楼下，你帮我买一条裙子 M 的，那有弹性的，帮我送上来。哎，我到二楼，好，拜拜，谢了。待会再走，待会再走。不是，裙子有点脏了。哎，文明哥，文明哥，文明哥，裙子来了。好，来来来。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那个我帮你换了。不是，你到旁边洗手间去换，我在这边等你。我去洗手间。对对对，好吧，拿着裙去换。拿着裙去换。对对，那边这边。直接走过去。全世界要看到的。对对对啊！二楼没有别人啊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哎，赶快赶快啊！我就是方法是这样，就是说买一件新的裙子，叫他去处理一下。对，叫他处理一下，好吧？要不然怎么办？挡着。都喜欢用喜欢鲜肉好的举圈。你们三个这一组是死不改，对不对？他们三个好始终哦，好喜欢大叔哦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我觉得维密，你可以直接把他们带走了，好不好？他们都不要电话，都怪怪的哈。因为就算我去厕所了，那是我后面还是红的，我不可能整件裙子拉在洗手台这样洗吧，所以干脆买一件新的裙子直接换。而且如果他的衣服一直这样盖着，搞不好也会渗到衣服外面。就是有想到之后的那个对后续，干脆直接换一件比较好。但是我们后面那一片的圈都喜欢鲜肉的处理方法，他们喜欢后面沾的红红的，因为主要是处理是当。下的时候你要马上先折起来，不然你这样根本没办法走。我们认真要说，就今天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，如果这边对面五位
你们真的要选一位跟你们共进晚餐的话，各位会选谁呢？写板子好吗？拼输赢。嘉豪、景阳、时机，就是你们讲好怎么分配鲜肉，一人一块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你才不会抢啊！来看一下我们三十几岁这边的答案，来，请翻。嘉豪，嘉豪。哇！谢谢谢谢。哎呦，都被嘉豪吸走了。嘉豪，你要吃到下礼拜了耶。对啊。但是子璇为什么是嘉豪？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以前喜欢大叔，但是刚刚那个体力啊，然后那个我是迷人了，光体力就胜过就胜过了。好，但我们这三位非常坚持的二十几岁的朋友，你们的答案是？张兆是张兆是陈伟敏，全部都是大叔控。哇、wow、哦，死不变。谢谢谢谢。培培，你还是依然喜欢大叔。他们成熟稳重，因为帅跟那个体力那些不能一辈子，真的。嗯，你是被年轻人伤过吗？因为小男生真的比较幼稚，真的没办法跟他们沟通哎。那艾斯莉亚，你也是喜欢大叔还是一样？对啊，我觉得大叔真的比较贴心。有一次，我跟就是年纪大我很多的大叔在一起，然后他们都会比较注重礼数。那比如说女生要对你的礼数吗？对谁的礼数？对女生的礼数，像下车的时候，他们会下车绕过去开门，然后帮你遮个头，让你上车，甚至下雨也会做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就是蛮重的公主病是吗？不是。年轻人不开心，这是公主病，这是男生的，这是一个男生的体贴，绅士，对，不会，我觉得这小鲜肉也可以做。对，这小鲜肉绝对会做得出来，对，就是我觉得女生要求男生会照做，因为大叔在做没几年了啦 ，OK， 好好珍惜，漂亮。你们再选也没有多久春天了啦，对啊，真的哎，我多你买捞啊，是吧？OK， 好不好？各取所需，对了，好吗？各有所好，谢谢。